来吧，下一组了。这都谁上啊？咱们先商量商量。张九南，不是我这么敢上是吧？张九南，不是我这么敢上是吧？那听大爷的，因为他最害怕。我觉得首先队长必须上，表率嘛。那就张九南、张国伦了。对，张国伦，对。哎呦，连一特写，我的这，你看我这水都水都在这，哎，等会儿，哎，这不算了，这不算了，你不知道。 有点事儿啊，拧不出来，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，哎哎哎，有你，来吧，张鹤伦，狗子呢？狗子，哎，这不算了，哎，不是你，你不知道，有点事儿啊，拧不出来，这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，哥，哎哎哎，狗子呢？狗子，狗子。 张九南，人呢？自己上去了吧？藏起来了吧？九南，你们几个把他给瞪下来。哪儿呢？狗子，张建宇，狗子，那儿呢？狗子，给狗子抬回来。我真不可想你了，我真不敢，我真不敢。来来来，不是我真不敢，狗子，来来来，是不？这样的是不？不是我，我真不敢，真不敢，就是。 没事儿，绑上就好了。不是我，我这么我顶着，我是没事，真没事儿。你们这很打什么意思？对，在上面干什么？给张罗一大嘴巴。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张罗得来啊！啊，张罗呢？哎，张罗了，哎，这儿了，这儿了。我腿软了，腿软了。我这儿乖的乖的。哎，哎呦，他腿软了，你们扶他上去，快点。不是，你师傅都说话了，给他绑上，你也挺大人了。 我跟孟孟，我们俩是吧？这小子，你别客气，该带就带。哎，这他算一个，给他捧带，这躲不了。他是怕呀，站着你不好带。哎，这个。哎呦，长头发有什么用？哦，腿怎么哆嗦了？为什么呀？兴奋，兴奋。腿哆嗦，我。大回环的。还有那个，张九南啊，对。 哎，你看，就算行了。哎，咱们坐这看吧，好吧？不是，我没事儿，听我的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我顶着，我真顶。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万一要两队都没比出来，胜负怎么办呀？太难说。那我们能不能直接升到十米就赢了？哎。 哎呦，我腿的真软了，这真软了，没让上之前还没这么软，非得当队长啊，非当队长啊！哎呀，那你好，你拿这些啊？大哥，我底下不够套了。这不套的，不套的。啊，腿就这么着是吗？不套的，不套的。来吧，开始吧。文哥，我想坐靠里头这边，感觉安全点。都一样。不是那边靠外头什么都没有，你上去就知道了。 别硬撑，一闭眼就完了。太顶了！这俩的工作人员特别有经验，来了都有三天了。来三天？他刚来三天？这机器刚使两天。不，那。你给我摁紧点，给我摁紧点，给我摁紧点。拿水。 我还得拿着水啊！我倒满点，这水太少了。你这样拿，这样拿的，这样拿，听我的，这样水洒不出去。对，拿手指肚，拿手指肚挡上。行。 你看张鹤伦也挺会玩的啊，对，拿手堵着那个，我要堵着点，不让它水流出去，拉吧，拉吧。
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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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了开了。啊，正南没事。哎，他这个办法好，拿手捂着，这钻不住就直接掉了。你看现在他这角度已经要留了。打了老罗不行。贺伦肯定不行，您这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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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啊啊！九南，九南得撒了三杯，这一下更慌了。还剩不剩了？不剩了。还十米，要不要十米？不要不要不要，十米吧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十米赢了。哎哎哎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他们说十米。来吧，十米可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放不放你说，自己说啊，开始，好，开始。好了好了，活过来了，没事了，哎，好了，哎哎哎，这俩人一点游戏体验没有，没睁眼，还是九南胆大，你看睡着了。九南一会儿撒不开手怎么办？九南，别别别别别别！我的天，还不停，这就是那个永动机啊。狗子，哎，师傅，没事啊？没事，没事，师傅，没事啊？哎。快停了吧，可以停了吧？不是，这个是你们什么时候睁眼，什么时候停。啊啊！我，哎呦我直接睁眼了，吓死我了。九南睁眼。哎，好嘞，师傅。哎，好。太敷衍了，这比我们老二还敷衍。这个，是我睁了，是我。到那儿他害怕了。哎，九达你睁着吧，快停了快停了。九达你睁着吧，快停了快停了。我也不行不行。按比赛规则闭着眼不算，重来。哎，我求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我错了。我这球怎么这么点了？不少了，不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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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比我们的多，哎，九南这反倒更多呀。这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来来，我给你拿。啊，不行哥，我给你来，我别来。哎，打远了，打远了，打远了。一点游戏精神都没有。哎，扶我点，别。这玩意儿没啥意思。又来了。哎，很简单嘛，你看这不也轻松就下来了吗？来来来来，往这里倒。有点风刮了。他们赢了。那你们也赢了。哎，高啊。坏了，他们赢了，这你们也赢了，能赢吗？我这少啊，赢了，你看这五百了，这都早知道这样玩十米的了，这都错了。